腾讯体育7月24日讯，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巴托梅乌已经完成了对米纳的评估。在他看来，4000万欧元就可以带走这名带刀后卫。米纳在上赛季冬窗从帕尔梅拉斯转会到巴萨，当时转会费为1180万欧元。但他一直没能达到巴尔维德的要求，仅仅代表巴萨出场5次，而就在这5次比赛中也只取得了2场胜利。然而米纳在代表哥伦比亚征战本届世界杯中表现十分出色，连续3场比赛打进头球，连他自己都在赛后坦言，世界杯的发挥让我意想不到，过程很顺利，我竟然进了3个球。然而米纳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并没有让他得到巴萨高层的垂青，反而成了巴萨给他定高价的砝码。西班牙杂志《丹巴朗》分析指出，米纳在俄罗斯世界杯的表现亮眼，此时卖掉他能给巴萨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。米纳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色，尽管巴萨教练巴尔维德还没有完全确定下赛季防线的配备，但由于皮克乌姆蒂蒂的主力位置难以撼动，今夏又签下法国后卫朗格莱。此外队中还有经验丰富的维尔马伦，在巴尔维德看来，这些人的出场顺位都在米纳之前，因此哥伦比亚人在巴萨的前景非常暗淡。在8月份超级杯对阵塞维利亚的比赛中，朗格莱或许将搭档皮克出战。目前法甲里昂俱乐部已经在考虑签下米纳，尽管俱乐部还是希望巴萨能够大幅降低价格。百乐 CN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